映整个深夜节目，写出这案例话题，把冷淡思绪揭露，打进来先空气，拜等待广告时间结束，问题先生先说，等我说开始别想拍，而这种事情把你解除四散的烟雾，仿佛提问是天赋，要怎么要怎么保持不坠落，墙上的光总在滴答滴，你刺破黑夜滴答吧 ring ring ring， 直到我这边一定人答应，是谁接起，会有谁愿意，墙上的光总在滴答滴，你刺破黑夜滴答吧 ring ring ring， 直到我这边一定人答应，是谁接起，会有谁。Call me, call me, call me, make me your surprise.